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成忘。我没有什么阴影魔障、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伤？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。就没来这间餐厅，没想到已经换了装潢，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，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。我没有说就是很健忘，我哪有说谎，是别人写今晚的相伴，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。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，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？别说我说谎，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我没有说谎，是爱情说谎，他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。我没有说谎，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，我的心事请你就小雨老师，还有东汉的演唱，可以跟自己的偶像小雨老师在同一个舞台上，还可以合作一首歌，然后可以有他的合音，就觉得自己达到了一个自己很向往的一件事情，就很感动。我觉得就是截然不同的味道啊。然后刚刚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羡慕东汉，竟然可以小雨帮你合音。我还蛮喜欢有时候你会加一些自己的风格，比如说第一次听到是那个玫瑰花香，你怎么唱？香，闻得到玫瑰花香，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。我听到后面的时候，我有更加的享受。但不瞒佑佳老师说，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唱歌很像会在模仿佑佳老师，所以他一直走不出内心那一关，一直在鬼打墙。
真的吗？你有那么喜欢我？对。可以唱一个佑嘉版本的《说谎》吗？我可以唱别的吗？可以啊。像颗糖，好诱惑，甜到梦里有粉红，小花朵，一朵一朵慢动作飘落。我想要问一下，你现在是在朝鲜？你现在是佑嘉老师唱歌有这么欠揍吗？不是，是你是心存敬意的在唱这段，还是想说心存敬意？心存敬意，对。我觉得东汉赞，谢老师赞一个大拇指。怎么赞呢？我先讲，你的声音不怕模仿佑嘉老师，你们在很多转音，那这个版本我觉得有东汉自己的一个灵魂，赞。大家都同意。谢老师。东汉，我刚才听第一句的时候，其实我有一点蛮意外的，因为我很少听他唱长音的歌。那刚才听你，我不会觉得像佑嘉，反而是只有几个咬字特别明显跑出来，但没有那么严重。基本上我觉得很优秀的演唱。我之前也有听过小雨自己独唱，然后有上传到YouTube， 那是另外一首歌，那个是。我不需要，也不重要。哎，怎么会这么？好搭哦。小姐多么好。我不明白，也不需要明白。就让我这样到老。沙子吧，那一首是沙子。好棒！我们刚才是几乎是同时同秒唱，哎，好棒哦！你的和声真的是棒。谢谢四位老师，也要非常谢谢小雨老师跟东汉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舞台，谢谢，恭喜你哦，东汉，可以进入我们的获选区。你刚刚为什么拥抱小雨老师两次？你为什么一直抱他？他就最爱小雨老师，怎么可以让你知道这边粉丝？小雨老师他最爱。他终于哭了，哭了。他终于唱到歌了。我没有哭啊，我就是个战士。